来乡下，我故意换乡啦。爹娘贵哦，大哥一手家的，大哥有处在正，身为王位，爹们享福点在家内。此话叔叔你莫，叔叔也对我疼爱有加。平时严格，谨记在心，不敢放松。万不当好好孝顺，大哥伊甲嫂嫂双人，今日白起心头纳闷，先想往到花园来去，万不能得官话，解阮心意之事啊！一人头生了这么水，准备就去饮茶了。